今集嘅 Mondo Express 咧，我哋又嚟讲舞台剧啦。今日我身边咧有 Perry 啦、嘉威同埋小东嘅。观众打个招呼先啦。Hello，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喎。喂，但系咧，我今次咧手上咧实在好多舞台剧，我知道 Perry 近排好忙，一次要做三套舞台剧系咪？系啊，一个礼拜一出戏。一个礼拜一出戏。冇错。哇！咁你即係做三個禮拜嘅三出，冇錯，好多喎、啊。嗱，我哋首先講第一套先。我知道嚟緊呢一套咧，我自己覺得呢首呢、這個咧睇到個廣告同埋記者會就已經覺得好爆啦。點解呢個 idea 係邊度嚟嘅？我知道係阿小東做編劇嘅，咁啊 Perry 同埋嘉威做演出啦。係。咁啊，究竟嗰個 concept 係點樣嚟嘅，小東？哦，其實 concept 都係喺而家嗰啲電視節目嗰度嚟，即係而家啲觀眾中意睇啲乜嘢咯？即係中意可能就中意睇一啲比較娛樂性比較高，佢哋覺得娛樂性豐富嘅嘢啦。咁就啊，咁我就啊，就諗我哋讀演藝學院啦，我哋三個都係演藝畢業嘅時候，嗰啲嘢同我哋做嘅嘢有冇背道而馳咧？係咪可以殊途同歸咧？咁我就有個咁嘅 idea 啊！而近排你打開份報紙，有好多新聞都唔係。你覺得不應該擺上去的但擺上去，即係好似你會見到有啲僆模啊，成日會在報紙度出現啊，報紙最多人睇嘅新聞又可能，亦都可能係一啲色情啊，邊個講大話，或者走光啊，走光呢啲好多嗰啲咁嘅嘢，跟住我仲 question 緊啊，究竟啊？呢、這個世界發生咩事？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咁我就有啲 idea 出嚟。但係咧，我睇張即係 poster 嘅時候咧，我見到有兩個，其實三個都唔係四個都好有爆點。我首先由呢邊 plan 過嚟啦。我想問嘉威，你做咩今次咁錯咧？哦，係啊，因為我喺劇團裏面咧就比較忙碌嘅，因為首先其實呢個只有其中一個角色嘅形象嚟嘅啫。咁因為要扮僆模嗰度，係啊，冇錯啊。有好多角色㗎，即係基本上係阿火火啦、Perry 啦，同埋田雞做翻自己之外咧，咁戲裏面有其他角色嘅，咁全部都我做。全部都係你一個。係啦，咁我錯就係要做一種扮嘢嘅象徵嘅，係啦，所以就扮下嘢錯下咁樣。咁啊，火火咧，火火嗱今日唔喺度啦 ，Perry 落去講啦。係啦，火火個角色咧就係演藝學院畢業，即係出嚟又即係十幾年啦咁樣，咁但係對嗰個藝術仲有即係好堅持。咁然之後咧就一夜之間，佢自己即係飲醉咗酒咁樣，咁而家興 Lemo 啊嘛，事業線啊嘛，係咪？咁佢咪做咯，飲大咗就拍咗條片，擺咗上 YouTube， 一夜之間紅咗。因為而家呢個譬如話演藝界都係有陣時咧，都係比較我覺得自己睇法就開始走向 K 型，都唔係唔正常，係 K 型，即係總之而家唔係興話你啊星星藝店咁就唔係嘅，係你有啲。咩爆點、亮點，然後係，但係嗰樣嘢唔係真善美嘅喎，係走另外一個極端嘅喎，核突，即係人哋唔做啦，你做咁樣。你都唔知點解佢會紅。係啦，即係一夜之間，突然之間，哇！網上就哇，點擊率係成十萬人咁，佢自己都唔知咩事，跟住就紅咗啦。但我想問即係，但係佢個亮點就係因為佢係著咗女人衫啊，係啊，得靚模咯。因為佢條事業線真係好勁啊！我想知佢睇身去邊度嚟嘅呢個。係啊，你好要揾嘅啫，而家要揾。喂，但我想問你啱啱講到即係而家好 K 型呢個情況咧，係你覺唔覺得而家啲昙花現啲人爆紅啊？其實真係會嬲啊，定係真係好短暫嘅？唔係，譬如話我哋以前到而家都仲會記得好多明星啊嘛，林黛嗰啲。你明唔明啊？即係譬如話張曼玉咁嗰啲，咁但係譬如話柯德尼夏萍咁啊，但係而家譬如話真係一陣咯，因為淨係爆嗰個亮點嗰一嘢咯，嗰一嘢你突圍而出咗，但係跟住你識咁樣做啫，第二個都識咁做嘛，第二個人一咁做嘅時候勁過你嘅時候，咁你又被圍攻啦，所以嗰件事係一閃而過咯。係啊，咁喺呢度即係舞台劇入邊 ，Perry 個角色係咪即係做一個持久閃亮嘅明星咯？唔係喎，我都係同火火差唔多，但我唔係演藝學院畢業嘅，我咧就喺電視電影度打滾咗十幾年，咁但係我仍然都要揾食嘅，我都係喺呢一行，但我就唔係行性感啊，唔係靚呢啲，我就好實幹嘅，就希望係啦，咁所以係二三線。
半紅不黑嗰啲嘅即係姐仔咁樣。咁但係咧就啱啱遇到火火，兩個對藝術喂原來係同一陣線嘅咁樣，咁於是就即係識到個朋友。即係咪好似有個即係感覺係前輩帶住後輩咁樣？都唔算，佢都係出咗十幾年嘅啦。係咩？係啊，佢都係出咗十幾年。佢都係係啊，佢都係演藝學院畢業之後十幾年㗎。啊，十幾年都係冇乜知名度啊，或者所以仲靠仲係做緊舞台嘅巡迴啊，即係學校嘅巡迴啊，宣傳啊，係啦。咁點知有一嘢爆紅咗，咁跟住佢自己都會問翻，究竟我係要做一個揾到食？的 Lemo 先生啦，定係我係要做一個可能冇乜錢嘅演員咧？即係臨到後屘，佢自己都問翻自己，因為你知名利會衝昏頭腦噶嘛。佢一路好努力咁樣，但係都係冇機會。突然之間唔知點解有一個唔知係咪機會嘅機會嚟咗，跟住佢突然之間好紅，咁佢自己都會啊有錢就得㗎啦！而家好多人識我，名利我唔係當初要呢樣嘢咩咁樣？咁係咪即係概括係一個為表演而做嘅藝術啦，定係為藝術而做嘅表演咧？係啦，即係深刻有呢啲咁嘅問題。我另外仲見到田雞，係啊，田雞啊，田雞咪應該係首次即係由電影圈跳入電視圈，第一次嘅舞台。啊，電視圈舞台劇。係啊。排咗個感覺點啊？好好啊，揾啱曬啲演員啊，係啊。即係但係有好多人都會 question 或者係即係擔心咧，就係由一個電影嘅演員入到去。舞台劇嘅時候，可能佢嘅面部表情會好依賴，即係好少用佢嘅肢體，但係會唔會有呢個問題？其實唔使，我覺得特別係我哋呢一個戲咧，好生活嘅，即係好反映而家社會即係人嗰個心態或者社會嘅生活狀態係點樣。所以其實同埋而家我哋唔係做緊莎士比亞或者係好古老嗰啲舞台劇啊嘛，爭出嚟係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都係好生活㗎，我哋冇分話面部表情或者身體語言，即係你落。內在有的話咧，自然觀眾就會感受得到，係啊，所以很自然啦。即係譬如佢啦，即係特別係佢，佢有陣時候有啲突然之間，即係嗰啲叫咩啊？爆肚，你記得咗 ？Instinct 啊，係啊，咁你係會覺得誒好正啊呢樣嘢。呢樣嘢係電影或者電視演員我自己最欣賞嘅，所以我都中意同佢哋合作。因為有時舞台劇的演員很多時候都是、啊、自己做好曬功課，就是做得功課太多，反而沒有那種即時那種很靈活的感覺、很 fresh 的感覺，但他們就很有咯，係啊。咁但係點解今次小東做埋一份嘅？因為佢要做翻入做，我知道，依家我就會講噶啦。因為呢兩套舞台劇咧，三位角色係非常之唔同嘅。另外一套舞台劇就三位都是演員啦 ，Harry 做埋導演啦，但係呢一套咧就是兩位演員加位係編劇。點解自己唔落手落腳做埋啊？因為冇時間，唔係因為我我覺得另一樣嘢嚟，因為我畢業個時間同佢哋個時間差唔多啫。我係大師姐 ，OK， 係小師傅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佢而佢哋嗰個經驗啊個深度咧係比我豐富，有啲閲歷咧我寫出嚟，我感慨啦。佢哋嘅處理咧，亦都係另一個層次嚟嘅。即係如果可能我落去做嘅時候咧，會有啲單調個 layer。就會不同，所以我都喜歡是、你看看你們這樣看過原來是另一樣東西來的，有些東西豐富了的，即是一個製作、除了靠編劇靠演員也要導演不同的東西去加在一起才是一個好的演出。講到另外一套舞台劇，我的快樂時代就三位都是演員，咁做呢一套舞台劇嘅時候，嗰個感覺同另外兩位即係師兄師姐夾嘅時候，咁有冇壓力先？壓力一定有啊，因為我係新，因為佢哋已經第三次重演嘅啦。係啊，咁我亦都要有好多個舞步要去好準確同埋去。喺好緊張，佢冇乜壓力咯，佢做咗佢好佢好放，好短時間知道要 pick up 歌同埋跳舞咯，角色就完全唔擔心嘅，係啦，係啊，咁只不過係歌舞，因為我哋今次有成四十幾首陳奕迅嘅歌，同埋真係歌舞升平，差唔多係成隻歌都有跳舞，咁佢喺一個咁短嘅時間之內去 pick up， 因為第三次重演啊嘛，咁佢今次先至加入嘅話咧，咁佢係要即係好努力咯，但係佢都好勤力，好好。啱啱提到陳奕迅。點解會揀全部都係陳奕迅嘅歌咧？好啱八
八十後同埋好啱而家呢個生活社會嘅狀態咯，佢啲歌，因為佢歌都好好好闊嘅，有講愛情、講友誼，之後是什麼？即係佢講嘅有好中意齊信，有好多歌都係仲有親情同埋世界嘅比例係多啲嘅。個 range 好闊，所以好啱我哋呢個戲。叫人唔好死啦，又講呢個世界點解會咁唔平衡啦，即係好多或者環保啊，係咯，係啊，好多啊，點解即係好好佢一個歌星嘅歌搞掂曬，係咯。咁但係即係嘉威今次係第二次定第三次？第三次，第三次即係收尾啦。即係今次就會帶住一班新嘅卡出嚟，所以佢哋會辛苦啲咯，班員工，即係佢哋。同埋呢個咧缺一不可嘅喎，即係八個演員。即係唔計我啦，咁佢哋好多時第一幕都係好多人一齊唱歌跳舞嘅，咁、所以揸咗一個又排得唔夠好，所以佢哋就雖然好熟，但係都要你一齊。都唔係嘅，都我哋每次演出都有新嘅嘢㗎，即係唔係話 copy and paste 嘅，即係有新人加入，佢哋會有新元素，我唔可以話照舊做翻嘅，即係佢哋嚟嗰啲嘢，咦咁樣喎、啊，即係佢帶咗個新嘅 insight。係啊，所以唔係話我就係咁做㗎，唔係咁樣㗎，有陣時新嘅 chemistry 出現咧，係反而個。所以啲戲就越 rerun 就越好睇咯。如果冇，點會 rerun 咁多次？都係。但我又想知嗱 ，Perry， 我知道呢個係你第一個執導嘅作品嚟喎。你嗰時第一次執導作品嘅感覺，同你真係做演員係咪好大差距？係啊，即係譬如話呢個 show 已經係兩年前㗎啦。咁我自己當時就第一次做導演啦，咁就好勤力，好努力。咁同演員好唔同嘅，因為你真係導演就成班人，連後台 designer 都要問導演，導演係最後尾。我諗導演即係舞台劇嘅導演同電視電影有啲唔同嘅，可能電視電影就係都要睇老闆面色嘅。我要用呢個 cast 或者，但係我哋舞台咧真係去到後尾 make decision 嗰個都係導演。designer 又要問導演 ，ASM props 道具點樣都要問導演，演員點樣做戲又係導演你個想我嘅菜式點樣都係導演，咁所以編劇好重要啦咁，所以就要做好多同好多唔同部門嘅人去溝通，同埋要做好多功課，咁你就會睇到兩年前，原來我係好工整嘅個人。但兩年之後，今次再 rerun 翻嘅話咧，我自己亦都要再重新去，因為有小朋友新嘅加入，我要同佢講，係啊，佢哋喺我身邊小朋友啊，咁跟住我要同佢再講翻個戲嘅時候，我發覺再睇翻以前導嘅呢個作品咧，原來可以有啲嘢修飾，即係證明我自己都長大咗，原來可以圓啲嘅，唔使咁 square 嘅。但譬如今次即係做《我的快樂時代》嘅時候。有冇本住一個咩嘅 concept 或者咩嘅信息想帶俾觀眾咧？其實好多噶，即係譬如呢一班年青人，其實係因為之前係點解我哋會兩年前就係嗰陣時好興講八十後，好似標籤咗呢一班年青人就係一啲比較點講咧 negative 嘅嘢咯。但其實原來每個人都年青過噶嘛，每個人嘅階段都會做嗰個階段嘅嘢咯。但其實佢哋背後亦都有好多我哋唔知道嘅嘢咯。每個年青人都要面對佢哋嘅工作啦，佢哋嘅屋企人啦，咩成長嘅背景啦，佢哋自己對愛情嘅睇法啦，即係每個人其實唔係話佢哋出嚟抗爭或者係為公眾發聲就係唔啱咯，就係反叛咯。其實後面有好多原因令到佢哋有呢一個行為咯。呢個只不過係行為啫。其實我最想就話俾大家聽，其實呢班年青人背後係好需要我哋去支持佢、去諒解佢、去了解佢，同埋俾機會佢哋咯。嗯，咁會唔會即係有一次係？點講咧？即係似翻而家好多我哋時下年青人啦，八十後啦，甚至可能有啲九十後都會出嚟上街示威嘅。會唔會只係即係講緊佢哋嘅心聲咧？都有㗎，會㗎，會㗎。即係佢呢個事件係講緊呢一個，即係佢哋班人去示威。但其實大部分咧，呢個係表面嘅事件咯。但其實後邊其實每個年青人。亦都係而家呢一個狀態，呢一個 generation， 呢一個社會嘅狀態，原來呢一班年青人已經唔係再係七十後嗰啲年青人啦。即係有時候我哋家長或者老一輩嘅就會覺得，我哋嗰陣時都唔係咁樣，但大家都要有個溝通咯。因為而家個社會真係唔同咗啊！我哋細個點會上網啫？我哋細個邊有手提電話啫？但係而家小學已經攞手提電話啦，即係我哋做家長嘅或者我哋即係大個啲人都要去改變咯。
咁樣先至有個和諧嘅共處咯。咁但係即係作為導演加演員啦，如果作為演員嘅兩位自己去做個角色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加入咗好多專登即係加入咗好多八十後嘅 feeling 啦？因為定係會即係順住而家八十後啲人點樣做嗰個 feeling？ 八十後做自己都係八十後嘅嘛。我揀嘅演員全部都係八十，唔係八十後冇得做嘅。因為我覺得。又我自己感覺咧，你做嗰個舞台劇，如果就咁嘻哈笑一餐又好無謂嘅，即係你幾好睇都好，但係你睇完觀眾覺得冇乜嘢笑完，咁佢拍完獎就冇嘢拎走噶啦。但我覺得我自己睇咧，我自己睇其實藝術同生活都好有關係。如果你藝術同生活冇關係，佢就冇存在價值咯。咁其實 Harry 佢搞 Mr. Lambo 又好，法律時代都好，其實我自己去做演員嘅時候，我都覺得係個社會問題。即係社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嘅，咁我自己去做嘅時候，我就會喺個世界度睇到，即係喺尤其是香港睇到好多咁嘅古仔咯，睇到好多咁嘅縮影咯，喺嗰啲地方攞題材咯。咁我覺得呢樣嘢先至比有意義咯，而唔係就咁唱就算咯。所以我自己做嘅時候，我會覺得好有共鳴。係啊，佢其實睇以往兩次 run 嘅觀眾都覺得好有共鳴啊，係講緊佢哋嘅後生仔嚟睇又好，就算唔係後生仔，例如我媽媽嚟睇，原來你哋咁諗嘅。係啊，即係佢哋真係會講，我覺得。會的，同埋因為呢一套戲好特別嘅就係臨尾一 part 咧，佢哋真的會變翻演員王家威、小東，咁佢同屋企人有啲嘢講，即係用翻自己嘅身份，係啊，演員嘅身份去講一啲嘢俾屋企人聽，係啊。咁小東咧，即係排呢個戲嘅時候，有冇話即係有啲好特別嘅感覺出咗嚟？其實都好似做緊自己咁啫。其實應該是想回我之前即是想回那些經驗，為什麼 我都會走上街的嘛，想回走上街頭的情景啊，為什麼那時候會這樣呢，跟住我們在喂什麼呢，其實都是將這些經驗放在戲裡面啊，原來那時候我們是這樣的，跟住之後有人喊口號，我們跟著喊的感覺是怎樣的，但是那個不同的就是我今次是一個這樣的角色了，我不是我自己了，那喊的方法會不同，但是今天你會想是的，我在街頭有些人喊是大聲一點，小聲一點，有些人是又不是很敢喊，很冷靜，很冷靜一點，有些人這樣，所以我覺得做回這個戲只不過是將那時候的情景擺放出來，還有自己的問題想 share 給人看聽的東西講給觀眾聽，可不可以說即個演繹方法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choice， 但其實入面都是表達自己把手裡面心裡想的東西，是啊，我想 core 想講什麼，我們大家想宣示什麼告訴觀眾聽什麼，每個角色都不同，係啦，譬如話有一個角色就係其實因為佢自己屋企原來有很多 problem， 即係會有家暴發生嘅，即係爸爸媽媽會打家會打佢嘅，咁佢自己工作上很大壓力嘅，即係做了咁多年嘅都係冇人搬家，咁女朋友同佢分手，佢個人好壓抑，咁跟住佢嚟呢個抗爭咧，其實呢個係街頭抗爭，佢其實想抒發自己，係啦係啦，咁佢咪有譬如有一啲角色就真係為咗。即係社會發聲，佢真係想自己對於即係政治或者呢個社會問題佢要講嘅，但有啲係逃離啊，逃避生活嗰個壓力啊，嚟呢一度，咁都係一班年青人，咁就一夜之間大家聚埋咗一齊，咁都會產生咗友誼喺入邊咯，係啦，即係除咗揮霍一啲嘢之外，嗱，我亦都想問一個問題，即係我睇住《我的快樂時代》呢度係一個音樂劇啦，會唔會其實擔心香港嘅觀眾？比較難接受音樂劇，因為點解我咁講呢，我尋日同啲朋友食飯，我哋就講開嗰套《孤星淚》，咁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意見。你講電影嗰套《孤星淚》，佢哋就有啲就話覺得好悶，因為成場都係唱，佢哋覺得連對話嘅方式咧都變埋做唱嘅方式，就未必接受到，唔擔心呢個接觸。我哋呢個唔係咁噶，我哋都有好多台詞講噶，好多調記，好多台詞，好多唱歌嘅，所以大家千祈我哋唔係全部都係唱曬出嚟冇台詞嘅，大家會好 enjoy 呢個，我一啲都唔擔心。但會不會即係想有一日做一個係全個都是音樂劇，即真的全部都係唱？嗰個真的要本地創作才得，即係你不可以翻譯或者你不可以唱其他人的歌，一定是本地創作，真的一班自己 local 的創作人員去創作嗰樣嘢係廣東話，但是難咯，我覺得難的係啦，嗰、那個唔係一朝一夕，即係幾個月就搞掂噶嘛，係啊。交威之前嗰次舞台劇咧，之前導嗰套算唔算係嗰一種咧？即係學生嘅。其實要
好似頭先 Perry 咁講啦，如果要做到呢件事，係要好有技巧嘅演員先得、即係我自己不啱畢業嗰陣時都未必做到嘅，因為其實你唱歌要用唱歌嚟做台詞喎。係啊，你唔係話就咁廣東話喎、啊，唔係怎唱，唔係怎唱好首歌喎、啊，係要我聽到你唱咩喎，講咩喎，即係呢個要有翻。即係你要一啲經驗先可以做到，所以我上次做嗰個都係音樂劇場啫，即係類似咁樣嘅嘢嘅，係啦，都係十首歌到咁樣嘅，係好難做嘅，即係唔係話幾個月可以做到。小東咧會唔會即係會想寫呢一類型嘅即係劇目啊？即係音樂劇。我覺得寫作係自己想寫咩，冇話定型啊！我即係定寫音樂。如果咁講係你所講嘅寫作應該係填詞啊嘛，因為你全部台詞變曬歌詞啊嘛，你直頭要有音樂之後係咁不停將古仔用詞寫出嚟喎，即係你要啱音要啱調喎，即係係咯，係好困難嘅。做寫即係創作有困難，做有困難。嗱，講翻呢一套舞台劇先，即係我啲快樂時代全部都係好多即係有唱啦，有講嘢啦，有跳有 message 啦。咁成班人夾嘅時候，啲新嘅演員有冇即係啱啱講到話有啲 creative 嘅 ideas 俾到，但係佢哋有冇即係俾到一啲 ideas 係點講咧？係佢哋俾到 Perry 令到你嘅角色都轉變埋嘅咧？我你話我嘅導演角色定係我入邊？佢哋令到你嘅角色或者係你嘅一啲思想都轉變埋。你話係導演嘅工作係嘛？都唔會。點解咧？即係佢哋唔會清晰得過導演係出邊睇，即係導演喺出邊睇嘅。佢只會刺激。我只會譬如話佢做出嚟，我覺得咦呢、這個幾啱呢個角色，或者係唔啱呢個角色，但係佢唔會話誒，不如成個角色係咁樣啦，呢、這個就絕對冇可能，因為我哋嘅編劇都差唔多係度身訂做，幫佢哋寫嘅呢個戲。點樣度身訂做？即係根據佢哋嘅性格。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因為首先我哋班演員第一次做已經係80後啦，咁跟住我嘅編劇亦都同佢哋呢班演員好熟，咁所以其實佢寫嘅時候，佢創作嘅時候已經係諗住呢個人去寫，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佢哋係好 type class 咯，係啦，咁所以就算今次有啲新嘅小朋友加入都好，我哋都係揾啲類似個 quality 好似呢個角色，咁所以其實佢哋基本上點做咧都會係嗰個角色咯，咁同埋因為有陣時演員喺入邊做咧，佢睇唔到自己。所以一定要導演在出面看，咁所以佢哋冇可能話會有一個影響到導演嘅嘅，同埋即係 study 嘅劇本好緊要咯。即係例如呢個 show 已經係兩年前，即係 Perry 已經同佢相處咗好耐，即係冇人會熟得相處咗咁耐，係啦，佢會好熟悉嘅劇本咯。咁你有乜想講咩？哦，就係即係要講時間啦，即係時間。嚟讓即係醖釀咗嗰樣嘢咧，即係佢係最熟悉嘅啦。即係佢睇八個角色喎、哦，即係我哋同埋嗰啲基本上嗰啲台位點解要咁樣係有原因噶嘛？咁我已經 block 好曬啦。咁但係嗱，我即係最後想問一個問題：作為同時導演，再處理演員嘅角色，編劇再加喺另外一套劇做演員角色。即係咁多角色身份嘅混淆，會唔會其實有辛苦嘅地方？即係如果以我哋作為觀眾去聽或者去睇咧，會覺得同時兼顧幾套戲一定好辛苦。當時人覺得辛苦點？你話體力上當然係辛苦啦，但係心靈上就好滿足嘅。啊、我知嘅，我知道，我認識嘅 Perry 係。因為我嘅生命就已經係呢樣嘢嘅，即係呢樣嘢。咁我唔做呢樣嘢，我唔得閒，我唔會俾自己唔得閒。咁係，我而家就啱啱好到 Remy 充斥曬，朝頭早排拍《時代》，晏晝就排《Lemo》，夜晚就排《Vagina》，仲有另外一套喎。咁樣係啦，咁所以好好、啊、我覺得。嘉威咧，我之前我都係 Facebook 寫我話最辛苦嘅唔係排戲，唔係早起身，係最辛苦係睇下田生嗰啲搞笑。我有一台面睇就田雞做嘢最辛苦，即係忍笑係最辛苦。因為真係好。係啊，因為好即係我又唔會覺得，我又即係啦，體力上面係會辛苦嘅，咁但係。你值得㗎呢件事，唔係話我做完冇嘢啊咁啊，唔係嘅，係做完係有嘢嘅，同埋無論係自己同埋觀眾都好啦。觀眾睇完之後，唔係話讚，即係觀眾睇完讚你，我都唔算咩嘅，係佢睇完個戲之後覺得佢哋有所改變，有影響佢哋，係啦，咁呢樣嘢我覺得先係值得咯。即係我唔會睇自己咁大咯，反而係睇啲觀眾得到咩咯。咁每次完 show 之後見到佢哋有。生命有改變，我就覺得好開心。小東咧，我編劇同埋演員
其實我寫嘢就平時我做演員，我就夜晚都會翻去寫下嘢，即係呢樣嘢已經係成為咗我生活某程度一部分嘅啦。我又唔會話我特登有個戲要寫。嗰排就好辛苦，因為嗰樣習慣嚟嘅啦，已經。即係平時都有寫。即係平時我見到啲嘢我就寫，即係喺上網啊寫下嘢，寫文章咁樣噶啦。咁但係即係嗰樣嘢就聽完佢哋兩個講，好得意咯！即係佢哋大家都，我哋三個人，大家或者好多同行都係，大家都係原來充斥住就好滿足咯。呢樣嘢我好欣慰，大家充斥住啲時間。做呢樣嘢為咗呢樣嘢付出，大家明嘅，即係相信觀眾應該咧，其實了解到作為呢一行嘅即係從業員啦，大家都係中意做工作狂嘅。係啊，藝術表演，藝術表演係工作狂，所以咧嗱，記得去睇呢個服務台劇啦，同埋唔好留，即係唔好走開住。陣間我哋仲有啲問題問大家，答啱問題就可以嚟睇呢個服務台劇啦。Yeah. 好啦，我哋問大家一條好簡單的問題，答中問題有獎就可以觀賞呢兩套舞台劇啦。咁我問先啊，我條問題咧就好簡單嘅啫。究竟呢套 Mr. Lang 無裡面嘅演員田啟文啊，田雞咧，佢究竟係第幾次演舞台劇嘅咧？答中問題就可以睇呢個 Mr. Lang 無啦，係啦。咁咧，你係記住喺 U Channel 嘅 Facebook 嗰度咧，答呢個係留言，答第。幾次就得㗎啦，係啦，答第幾次就得㗎啦。係啦，好，咁到快樂時代啦。咁快樂時代，我的快樂時代呢套音樂劇嘅導演係邊個啊？好難搞啦，係邊個咧？係咯，導演係邊個啊？咁如果你知嘅話咧，又喺 U Channel 嘅 Facebook 留言啦，咁你就有機會睇我的快樂時代啦。Yeah。